这个天能够出来40多度啊，能够出来买吃的，你想想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啊有多么。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，我是小太子。我现在准备出去买一点吃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外面好热啊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决定要出门买吃的。我的天啊，好热啊，在外面。这个天还能够出门买东西吃呢，真的就是顶级吃货。不对，不能说吃货，顶级美食家。我的车被我弟开走了，我的车不用加油，所以他开我的车。然后现在我要开他的车，但是他的车没油了，我还得去给他加油。请在弹幕上把那三个字打出来，真的是大冤种啊。哇，这个天太热了。到了到了。你好，15元送盐的。烤面筋，这怎么买的？耶！这个10块钱四个，这个10块钱三个，一个这个，对。终于买完了，一身都是汗。这个天能够出来40多度啊，能够出来买吃的，你想想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啊有多么勤奋了。现在终于凉快了，我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我要赶紧回去了。就喜欢老式炸鸡的这种干干脆脆。骨头都是酥的，焦焦香香的。这种炸鸡只会吃饱，不会吃腻。太爽了，还有这个，现在拿出来，哇，呜呼，呜呼，这个面拌一下，看着都流口水。再放点煎蛋，还有我妹妹的猪耳朵，不是，我妹妹家的猪耳朵，她家卖的，不是她的猪耳朵。这碗能不好吃吗？哇，这也太香了，猪耳朵，我妹妹的。尝一下这个两个东西，说实话我觉得它可以再辣一点。还是我的面好吃。这个天除了出去上班或者是上课以外，谁愿意出去？你愿意吗？这个煎蛋，哇，
太好吃了。煎蛋就应该放在这种又入味又香的油里边滚一滚。简直就是绝配啊。这种就是上面脆骨特别好吃。最后来一个大的。再来一块，别看它外面干，里边还是有汁的，好吃。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打算自己做蛋糕吃。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。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吧，给我加油。其实是半成品，不是蛋糕，不是自己做的，是买来的那种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再忙再累要记得按时吃饭，爱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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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